这样子就好了，而且又吹凉了。哦，好热，雪变大了吗？你说什么？啊，今天是不是沾雪啊？9月4号，不会，这里就不大用担心这件事。不会，9:04。啊，好了，就达到我们的40分。反正就是啊，我们两个要录半天的。好啊，那已经9:04，我觉得很早了。今天很对得起门票，雪票了。好 ，check in。好的，一切 ready， 也凉了。外套拉起来了。我的眼睛凉凉的。我不想要积雪，想把外套拉起来。透风透得很好，我很满意。后脑现在还不会冷，等一下滑了才知道会怎样。我觉得可能会冷，现在风因为今天比较晕，滑一滑。量一下，顺便去东山，很好的计划。怎样？要掉了吗？要掉了。我都有夹住。你的那个瞧一瞧啊。还是你的都弄了，换好以后就 OK 了。哦，是你不会弄这种东西啊？不是，它就两个踏法，就挑错边了。那你套完就要拉拉看它会不会掉啊？哎，要不要拉？要做高的那个吗？当然不要啊！我操，干嘛浪费？你不是说你想要看看那个黑海域不一样还是什么的？没有，我没有要看。你准要看黑域不一样，我是说东山的，这里的没兴趣。哇，好舒服哦！我快热死了，啊，凉快。哎，哦，开了，我看我有没有在拍？有啊。有没有沾雪？我看没有，哎，有一滴耶。应该一开始才会，因为我们一开始都过热热。我的没有。这没有哈。开茶岛耶。
边的吗？都可以、啊。上次的经验就想说出来外面再穿，我现在不能理解。你看我这里刮伤，这里你觉得是内侧还是外侧？内侧啊，很明显是内侧，摸也摸得到，但是我不知道我怎么弄的。还好是在脚脚，是比较看不到。好热哦，反正当然还要再做一段啊，不用那个、啊。哎呦呀！不过我印象中的，西山东山哦。没事，我现在对于这条马路，我的想法是反的。我以为右边是南边，我对着太阳哎、欸，我可以坐你那边。好啊，那你头发拿走好不好？我以为那边是南边，其实左边才是南边。那因为我记得，是黏住的，结冰了啦。太亮了。结果现在一看，怎么为什么？游乐园在左边，后来再仔细一想，左边才是南边，不是右边是南边。对，其实我不应该敲掉，因为在车上他还要弄。我好像听到狗在叫。对啊，我就很狐疑这个缆车是怎样。而且雪场地图上到底有没有这一块滑雪场？而且我觉得这个缆车距离威斯汀是有点远。对啊。假如从威斯汀滑过来，那回去不就得走路？假如从这里可以滑回去。你可以帮我看有没有在充电吗？因为我刚充它。这样录的时候是看不出来的。好爽啊！它是录的灯。依照刚滑的，好热啊！我无法决定要不要。你可以再坐过去一点点。加坡位。为什么？因为刚很热。因为刚就太少，太少，一般般。好热的吧？好，先不要加。什么都看不到，我们什么都看不到。那等一下就一路去伊苏拉那个大广多拉。好。中间你不用拍照了吧？你连这里都看不到。要拍一张啊！就只是说今天变这样，啊、要拍一张、啊。同样的角度拍一张，一模一样，然后就是什么都看不到。天气好，天气坏，这么开始这么办？嗯、我要找一模一样的角度，我找得到吗？就大概有一棵树当基准，有一棵树一直会直立在那边，这样。我想觉得，我是那时候是看到你这里，你这样子像对，那样子很好。对啊，我要把它露出来。够啦。你说透热散热吗？不是，保暖应该够了。没有。后脑，如果光弄这个帽子的话，后脑会冷。那为什么我不会冷？因为我用的是新帽子，我后面是悬空的。其实我旧帽子后脑会冷哦。哦，你说新帽子结构不太一样的。
啊，我看一下你这个，哎，你现在没扣上去，后来有办法弄进去吗？怎么叫没扣上去？血迹没有扣在里面啊！你说你昨天说的问题，后来我就把它挖一边扣上去了、啊，还是弄。我把这个拉紧的，我把血迹的袋子拉紧。拉紧的话，我就可以选择拉左边还是拉右边。我只拉其中一边，扣子就会歪一边。嗯。唉，所以这个看起来就很贵。哦，还好哎，1095块而已啊。哎、欸，那你要带我去吃一次 Westin 吗？我们能去 Westin 能用吗？不知道。这而且还就是 lunch。不是说你看 Bolognese 鹿肉牛肉1347还好哎。要不要？要不要？你说午餐吃这个？嗯，某一顿。我先问你怎么到达威斯汀？我不知道。那你之前我们都可以去 Hilton 的，不是 Hilton。我说怎么到达的意思是物理上的怎么到。Let me check。哎，地图这里不就有？它根本没有画威斯汀。啊，我看。哎，等，我要看一下，它有一个。那也叫联络缆车吗？那个联络缆车就是我们坐回去的联络缆车。不是，就是这个，但可能真的要走一点路，就是这个，就是你说有一个在隔壁短短的缆车，你看它的目的应该就是去威斯汀的、嗯，所以就是滑过去。那你说今天午餐要吃这个吗？但是我怕他来找我们了。什么叫？哦，嗯，好，那明天再说。对。那今天就吃另外一个 base。哦，那天吃的是 steamboat。昨天吃的是左边的 base， 今天要吃右边的 base。Isola， 啊，我写错了，不是，他写英文的时候拉就是 L A， 不是 I， 我写错字了，我要改一下。啊？应该没关系啊，因为原文应该是。哎、欸，你已经进站了，在哪走？一小。我也吓一跳，好不好？还好，马上走路都不。哎，我突然觉得你拿单片拿，好像比较不那么重。啊？一片一片拿，比较不那么重。本来就是啊，你以为我那个，我一向都是寻求最省力的方法。而且当拐杖，你要拿自己瞬间。哦，排队。
峡。就是我也不确定。那你去做这边啊？我亮，太亮。我的板就是被我贴贴纸搞得黄黄的，而且消不掉。加速，咻！什么都看不到，连自己西山山顶都看不到了。还想看羊蹄山，喂，这什么靠别月也看不到。这些就是松松的保证。你说你后面刚很贴着你，是不是？蛮啊，还蛮。对啊，不是啊 ，distance 烦呢，贴人家那么近干嘛？我看，好像没太阳了。其实我可以走过去。那个背后的挡车在哪？是那一个吗？嗯，可能是。走来走去，我觉得要这样配的话，如果以后桃红色、什么绿色都可以出嘛。我还有两件，有一件桃红色是完全没穿过，绿色有穿过，但是我记得绿色薄。那个要是雪很干的地方才行，因为它像这种地方可能不防水啊，好像不是很防水。嗯，我还不知道你有穿过。有一次去苗场穿，然后看到姐他们，然后在一个缆车前停下来的时候，一刹完车就嘣就倒地上，就摔倒了。你又是刹车朝山倒是吧？没有，是平地，已经是平地了。对啊，就是一刹完，然后不是朝山，就是朝原来那边，就是这样，然后就砰就倒了。河流注意，这里有路线，奇怪了，不觉得那里有路线啊？我看，还真有一条线。这是线吗？是线，是一条红线。我们没走过的红线，但是我不想试，今天不要试。为什么？或者下午才试，上午在排队啊。你是说滑下去上来还要排队？对，就尽量避免坐这一台缆车，就对了，这意思。上午或这一小时先不坐这一台，之后可能就没事了。搞不好等一下这边也是在排队。应该会，应该人很多。我先拿出来复习一下。你要复习什么？复习我要拍的角度啊。我觉得应该是一团雾，不要我就是故意要拍美啊，近的看得到啊。所以你要调的是近的。就是要跟近的那个是一样。看一下哈，这个就是这个好。就是这个切，我根本不知道羊蹄山在哪，怎么办？所以没办法，这根树很明显，这根树是羊蹄山的边边，所以有第二根树是西山的中间，好，就是这样。没需要。小慧要去那个啊。好正的坐在他前面，好好笑、哦。打住他的电视。眼睛往那就往这站。
我的袋子，不然要从袋子抽出来很困难。好，我觉得我要准备穿了。都没有拍一张这种，拍一张今天这个情形好了。不过这个镜子够花，然后看离这个缆车柱远一点。好松哦，很松，我喜欢看他那个打下去的样子。我进去了，糟糕，对啊。跳一跳，往这边跳。啊？这样肯定后面不会踢到的。我踢到。小心踢到人，突然要跪，我看到了，要跪倒在你面前。没有，他可能要伤我还是什么？啊？可能是要伤我还是什么？已经重心不稳，重心不稳的时候，你就看到一只手那个。我们大家的行为模式都一样。失去平衡就是只剩手可以用。啊，你要走了，我还没，等我一下。嗯，先把它挖出来再说。走，我现在连西山都看不到嘞，我完蛋了，为什么比刚才夸张？我应该对不准。我刚刚就在讲这件事哦，是啊，你只能拍到树，其他没有。我觉得树是哪一棵都要找一下。找一下，找一下。
好，我现在去找树了。差不多这里。好像有点低，然后那个人就给我一直坐在那了，那人就一直给我坐在那了。我就是要拍酱，然后那个人就坐在那，他就打着走开啊，啊？拿他当基准的？不是，我就不要拍他。他坐在这里，他肯定是不会动的。他在干嘛啦？他在等你走开啊。为什么？他会很担心。问题是我是要拍照啊。对啊，但是我在比他高的地方，他在担心什么？你不能理解初学者，所有的人他都怕，你知道吗？他就忘了你自己的想法。好，他要走了，他要走了，他要走了。他还直板下嘞。那他应该没有在怕啊。那他也蹲很久，他是关心别人吧，并不是。对啊，你干嘛讲人家？好，这样子。真的，我不确定有拍到是不是同角度哎。我去再转一转鱼鱼这样。好，应该就这样了。这样。就这样啊。欸，路上好多人卡着嘞。真的哎，我刚刚一滑自己，没一副要摔倒的样子哎。而且要用到的刹车力啊。所以我现在就是去滑那个 Joint， 然后去那边就是。而且感觉人很多。那要怎么办嘛？你是不要去是不是？要去啊。对啊。我只是说，而且感觉人很多，就这样啊。哦。我讲什么？你知道强调你只是陈述事实。啊，就是啊。好。
拍照，所以是要去拱洞，还是要下去嘛？对不对？我在那边怀疑到底能不能继续啊？为什么不行？那该不会还没到吧？好吧，先走吧。因为你看，我看一堆人排这边，他们。哪里来哟？莫看一下人家滑，看人家怎么滑下来啊？不用看啊，学不起来啊，你看别人滑就可以滑。我看一下嘛。好啊，你看。等会啊。好，那你像小朋友，他们也是大后座啊。不用管后座，这边能下就可以。好，这边的话，蹲低一点或后座。哎，其实这个回家的路也只有到四点哎。
累哦，热。他说：“你要是以后只是要来滑的话，可以在 Web 上卡进哦，然后直接就可以滑了。”哦，好热，这是流血花血吗？可能拍不清楚。好热，只是雪片而已。哎，比对一下刚拍的。比对什么啊？他base 站赛道太阳的啊，好热，后脑发冷，不是开玩笑的。应该要选一张，用一张那个，我好像只拍了我那个位置。有点太过来，不对不对，哎，不对不对啊，歪了一点点，这么严重？哎呀，歪了一点点，哎啊，那算了，既然如此就算了。想说啊，没有开窗透气，但想说啊，也许雪花会飘进来，算了。啊，歪了一点点呢，这个放大一点点。啊，有多次机会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差不多。就像你说的，把它放大一点点就可以了。放大旋转什么的都来啊，这样就可以。我在看树枝多大根啊？这样真的一样吗？这样真的一样吗？这样真的是一样的吗？回去再弄成动画 GIF， 像不像一样？不出，因为用这棵树当基准。对对对，我是说，还是我要再大一点。OK OK， 你这样已经可以了。对啊，我觉得我应该对的差不多了。还没有到吧？你想要放一点什么图？好像这个不是很适合。啊、你是用拼成一张图啊？对啊，我用那个、啊，有人趁机贴他们自己的广告贴纸，还是他们是合作的？
这样，这样，硬要加点什么，就觉得用不到，很可惜，很可爱。这下面很空，硬要加点什么，硬要用一点花色。突然间觉得我新的雪镜好像视野没那么大，但是它的好处就是有点小啊。它的好处是视野不大，这样好吗？这样好吗？不容易起雾，这样好吗 ？OK 啊。还是你觉得根本就不要加这些东西比较好看？哎，不管，我要存一张这种的，然后把它删掉，删掉再存一张。树很明显，哇！噔噔噔噔噔噔。嗯，从这里往下看，可以看到只有一小块有被太阳晒到。是这吗？我在看。嗯，是，但是我好像没拍到那个。嗯。哦，有，这张。是一样的地方，怎么两边的树林看起来完全不一样？我也觉得哎、欸，但是我是对这个黄色的牌子，我在看是远近好像不太一样。对啊，远近有差，高低也有差，不一样吗？有点不太一样，没有完全一样。
因为也有看到卫星歪到旁边去，这个卫星在左边。应该说你之后想要拍这种照片的时候，第一件事情是把自己站的位置能定到，接下来才是看到的东西，就是要有两点，这样子就会拍到几乎一模一样。这很难，这很难，但这个角度有点不太一样。雾成一团。这是伊索拉山顶吗？旁边雪道没什么人呢、欸。还没，我还看不到站呢、欸，还看不到缆车。应该换到了，因为两个站。这真的没有缆车站了。哦，还是这是半山腰那个，所以还有一半。对啊，我就完全看不到站。这是半山腰的话。旁边是黑线路口，我们这种没有写柱子几号的几号，对，看不清，不白的哎，白成一片。上面会不会更雾？所以没有人要上来，滑过的人就不想上来。但是人少不是也很好吗？但是看不见路啊，看不见路很难滑。也是有道理。风又大，又要冷死了。哦，你带好了哦。我都带好了。那我要不要带？哦，你这样讲，我好像应该要带一下。现在半山，所以还有一半时间。半。要开始拉了。再不记再来，再上一次。我看他飞出去。我看到缆车站了。啊，那么近。我好，要看新的。要拉很急，就拉上去了。我想用反面，这边太滑了。看到了，剩一根柱子。啊，你要用黑色花花那一面。不是要保护我离太冷。你现在不热吧？很好。谢谢。走的还是？啊？但是我用手拿，我宁愿用脚踢啊。
在教学吗？换盆还站一个、啊。他们在教学啊。他们在自动、全自动变半自动。他们脚没有动哎、欸。啊？他们脚没动哎、欸。他们就是一直是三角形的。一开始有点三角，有没有？一直维持。没有啊，他转的时候有叫他们合起来一点点。哦。好、啊。好，走了。哎、欸，要不我拍一张照？今天穿全身新的，在这里开悟。拍下去拍啊！要滑哪里啊？这池子下去啊，滑哪里都滑。有办法哦。
冰泉不是？不知道怎么按。Thank you.
蓝天吗？不是，右边反正只是灰灰，没有的。哦，那个颜色不是。鼻子被压扁，有点难呼吸。我觉得是用嘴巴呼吸的打呼，还是呼不出来。我觉得后面这片这片很漂亮哎、欸，你觉得往哪边拍？往下拍比较漂亮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逆光拍。逆光？怎样是？怎样是逆光？逆光就是，我是说这样子往后拍呢。都拍都拍，你讲的拍就拍。因为我是这样子看，觉得这片树很漂亮。有看到我的裤子吗？有，但是嘿，怎么了？但是看起来像是很肥短，因为你在下面。那怎么办？没怎么办啊。那你先下去。你要的拍嘛。你先下去，你先下去，我要腿长一点。我本来想先下去，但是想想，既然你这样说了，我就先拍嘛。哦，好的。那你下去。我还没有要下去，我要去我刚想要的角度。好。哦，这样就对啊，就光在后面啊。对啊，所以我说我刚刚就说，我觉得逆光拍比较好。好，然后嘞？没有。没有。好。好。好了。这件裤子拍照好看吗？不知道，回去才知道。先拍嘛。我刚改成0.6以后，突然间就拍到我的手指了。哼。
好了，可以了。啊？我拍横的。拍横的通常我都很匪短、欸、不知道为什么。好、啊，都拍嘛，都拍。好了吗？已经好了吗？好了，可以了，到了。好像这个位置不是很好，幸好你在上面。停在学道上的一个要务是，千万不要停在线底下，你要露出个头让人看得到。嗯。一样的地方吗？一样啊，这是另外一条吧。那为什么这里也有一个石漏？那继续滑，你看看觉得要去 Heaven 里吗？没有。为什么？先不要。我先想轻松滑掉了。哦，那就不一样啦。啊、走这边啊、哦。都好。它都好，那就去 Heaven 里啊。红的，只要是红的都好。Ridge 是红的吧？啊 ？Ridge 是红的吗？知道，它写红色，直走。直走跟往右都红的吧？但你想坐这个缆车，不要坐 Heaven 啊。每个缆车都可以坐吗？ OK 啊。那你刚又我说往右，你又说不要。我说我不要去黑的，但是你坐到山顶，每条都有红线滑下来。那要不要 Heaven 里？错了吗？那我只有半山，我们不对对对。
又叫不停就好了。放心啊，那个是上坡，我应该冲不到。
些 sky jump 的不就、哦、ski jump 的不就很不怕吗？真的很勇敢，那个摔下去感觉就是很惨，那斜度实在是要人命。但是就是他前面在飞起来之前，那个板子应该是卡在里面。我之前滑 YouTube 有滑到那种，我会从在滑行的时候就飞出去了，对不对？高速的时候就飞出去了。啊，所以那个并没有卡住哦。不是，哦，不是 ski jump， 是别的比赛，可能是滑比速度的，比速度的那种，他几乎从头到尾都不刹车。然后好，他正在蹲在那边加速的时候，突然间有一只脚好像不受控，他拉不回来，最后就喷出去了。那感觉那种跟赛车差不多，好可怕，时速一团热的，啊，好可怕。我觉得雪板的一个小小算是有点像优势的地方是，他一步摔倒，你也不知道他是真的在摔倒还是怎样。有的人尺度大一点，就假装没事，就手一扶又继续滑。不是，我在那跟那个修斯聊天，我是说，我不是跟他讲说我的脚是岔开，而且我这个岔开是这一只脚整个是一只脚被竖停住，一只脚冲出去，所以整面整个大 OK 嘛，因为整面被刮住。然后说，因为我们是双板，我们脚会分开，脚会分开很可怕。我说你们单板脚就绑在上面，怎么摔也不会就是分开，我们未必会滚啊。那我们未必推很可怕啊。他们会脖子很累啊。他说他老公比尔就是撞树，然后撞树又弹上去，所以手都去撞树，所以他整个 OK 现在伸不直。哦，现在。嗯，就是他们去玩，哦，所以他说他刘寿都还没上山。哦。很没有玩。完全没有。他玩了一天还是什么的。对，他就说他没上山，结果就天气大晴啊。哦，他说他是雪女，这个雪男没来，太好了。雪女，他是雪女。哦，他说他跟天女一起就会超强，但是他没上山就还好。那我说那就知道是你的威力啦，就不是天女的威力。然后他们是一起回到东京，所以东京就下雪。太恐怖了，这些。
去。可以吧？好，那试试看吧。而且我觉得是不是坐这个半山腰就可以去了？对，但是它有 Ridge A 跟 Ridge B 耶。不知道，先往其中一边好。Ridge B 还是你要好好看 Ridge B， 都 OK 啊，因为 Ridge B 也是红色的。就是关的声音，我等一下再开一下。像五级这样是没朋友。啊，这个机会。好。都不用等人哦。我现在打折都是中华十五格。有什么？中华十五格。现在。坐中间了。坐
个造型，刚刚看到这里的草都是模糊成一团的。所以刚冲到最后就是他的很好。那我的呢？你的就好好的。阿哥，这风景也不错哎。
我在看风景啊。走了吗？可能是个很红的黑线，那只是没有压紧。这一段啊，假设啦，假设今天晚上下十公分的话，那明天就要冲过来，第一个就滑这里。这一块应该是玩松雪。它之所以是黑色，只是因为它没有牙。那现在都已经被大家刮光了。但是我觉得我们的气象预报并没有下十公分那种。所以就没有。还是下半步稍微陡一点，好像也还好。好了吗？还在休息。那等一下你要坐哪一台？都可以。你要坐高的还是矮的？反正不要坐半山腰就对了嘛。半山腰就好像也只有一台可以坐。对啊。好啊，那就去坐那个、啊。就第二台嘛，左边起来第二台。对啊，坐到山顶那个。走吧，而且搞不好。又会看到杨迪山的。好累哦。
架啊。就那个就是挂着鞋嘛，又加鞋子很重，你觉得不舒服？因为我不用出力啊，动归动，但是我们全身肌肉都放松。所以你说要去看一下胖胖的大老师吗？觉得我在 counter 大概卡了快一分钟吧，后来我觉得不行，我就面对着大玻璃吱吱举，突然觉得
来打招呼说在山上有看到我吗？你是在羊蹄山上啊？现在不用看啊，不用看羊蹄山，你看现在的状况，雾雾的。这边，呼呼呼。我听到风声了。就山上。看不见啊！是啊，我又没有蓝天啦。现在是因为风大还是怎样，就这样雾雾的。所以你应该也还没有想吃吧？但是你想休息，对不对？休息是还好，如果滑的是这一道，一直滑这一道很绿的红线的话，应该就比较不累，就可以坐缆车就算休息。对啊。所以你要怎样？这一次你跟着我滑。你有办法跟我吗？我速度太慢啊。太慢。但是我又不大想花力气杀。好，就走啊。还命令我跟着你。我刚刚有跟着你过。我已经努力的在追你了。
ってすごい深いの。板入ってるから足沈まないけど、足跡がすごい大事ですから。そこ。他进场就好。啊？你为什么要先走？啊？我怎样？你怎么等我过来，你再过来就好。你再过来，这样会变得我很像插队啊。是啊，然后嘞？为什么要害我做插队这种事？我害你插队。对啊。你要跟我坐同台车是不是？你为什么不等我还到，我很去插进去？啊。那我就在旁边等到你进来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刚刚是坐的站，还坐了。因为前面人都是这样，我是不管的。我在你坐在前面，到底是要怎么样？你是不想跟我坐同一台车吗？你可以告诉我你的想法吗？啊！你平常等我都是在旁边等我，要看到我在一起去，而且自己先走了，我不懂。因为旁边鸡很凶。就是11:30到12:30在那里休息。
雪了。哦，嗯。好，那就往那边前进喽。嗯。其实是我有一点想尿尿，你呢？嗯，一点点。下去一点点就有往旁边切的路。
是录动画吗？对啊。哦，对啊。我觉得很漂亮啊，很热，很热，很热。哈哈。去 Steamboat 不能去那一条，一定要左边。你说什么？那要去 Steamboat 就不对了。所以要走左边，是不是？对，我猜了。我要走 Grand， 直走。没错，弟弟压着高啊。
我真的很不会动哎、欸，我反正到底在上蜡上蜡。不来了。好深哦！我其实我雪季上半截都是水汽。
梦的声音，它都变成自动。